就是从娱乐上设计和这个行为上，那么娱乐上呢就前面讲了一个颂词，现在在你继续说，一如叮当之无以劝恕他，处理又请想且莫是且莫更是于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自己的心呢，就是对自己的心再三的吩咐，就再三的这个告诉他这个形式你应该就是从道理上就是值得明白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发菩提心的时候，自己呢就是早就已经这个给这个众生了就是不是给众生了，我们的这个身口意也好，或者说是一切的这个拥有的财产呢、三根呢，就是全部都已经属于这个众生的既然你是全部是属于众生的话呢，那么从此之后呢，你不应该就是像以前一样，以前的话呢就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或者是像什么样的事呢，就是全部都是围绕就是自己就是自己作为重心而进行操作，但现在呢就是完全是不想痛的呢跟以前的概念和跟以前的这个想法呢，应该是从这个根本上就是有所这个转变，如果没有转变的话呢，我们表面上就是很多人都已经发了这个心但实际上呢你还是跟原来的这个状态，这种心态呢的确也是非常的这种惭愧
不因依他言曾般自理也，也莫以言等邪恶待众神。那么我们呢不应该就是这个以这个他人的眼睛呢就是承办自己的利益，也不应该呢就是以这个他人的眼睛当当来这个邪恶就是对待众生呢、啊、就是或者是危害众生啊，就是这是这个不合理的。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应该清楚，当我们这个发了大乘这个菩提心之后的话呢，我们僧可依呢就是全部都是使这个供养给所有的这个众生啊，就是所有的十方诸佛菩萨呢就是作为这个见证者，然后所有的三界轮回的这些众生呢作为这个贵宾，然后在他们面前呢就是将自己的僧可依呢就是全部都供养他们。咱们从现在开始的话呢，你不管是大我也好杀我也好，或者你这么样相用呢，我的身体我的语言我的心呢就是全部是属于众生的。当我们发心的这一天呢，就是大家都是已经发过这个心啊，就这个是我觉得是每个人应该会这个记忆有限，应该记得清清楚楚的。那么既然你把将自己的这个僧可依全部就是布施给众生的话呢，那么现在你的这种眼根也好耳根鼻根就是所有的这个包括身根在内的所有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属于这个众生的啊，不是自己的。你不能认为是我的眼睛就是我的耳朵我的土我的手，就是不能这么说，因为是你众生的眼睛，就是应该这样来说。那么现在用众生的这个眼睛呢就是承办自己的利益啊，就是不合理的。以自私自利的心呢就是看着这个外面的这个色法，然后以自私自利的心呢就是听外面的这个声音，以自私自利的这个心呢就是开始这个说啊叫啊，就是就做这个其他的事情的话呢，那为自己呢就是做事情是不合理的。行为的，古当尊有情，即生所有我，见一相取出我，光达诸众生，光明诸众生。所以我们应该啊，就是刚根据以上的这几个道理做了这个分析吧，就是一个是这个从行为上，一个是从心理上呢，就是我们要对待这个众生，恭敬众生。这样一来呢，大家应该知道。总而言之，就是众生的这个利益呢，就是放在第一啊，就众生，把它就是看作这个佛陀啊那样来就是对待，就是这是前面也讲了，就是对佛恭敬，众生不恭敬是没有道理的啊，就是应该就是对把这个众生呢，就是众生的这个利益就是放在这个第一，这样以后呢，就是自己这个身体所拥有的。
不管是你的这个所吃所穿的东西也好，或者是你的这个装饰品啊，你拥有的一些那个房屋啊，就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的话呢，那么你知道自己这个身上具足，自己拥有这些财物以后呢，你就不顾一切，就是把它取下来，把它这个抢下来啊，就一定要自己对自己的心呢，就是就做进行教训啊。你说你不应该就是认为是这些东西呢，就是归为己有，这些东西是早就已经就是送给这个众生了。那么这些东西是这个他的所有权呢、啊，就是应该使用权呢，就是在这个众生树里面。因此呢，就是把自己所有的这些这个财富啊，就是名声啊，你拥有的这些呢，就是全部取下来，就一直不生下，就一点不生下的呢，就是不是给众生。原来法王讲这个松子的时候呢，说是有时候非常难呐、啊，就是能不能做得到很难呐、啊。就法王是这样说的，确实是难，是很难。我们作为这个现在凡夫人呢，这样的话呢，就是将自己所拥有的全部呢，就是不是给众生呢，就是现在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是有一定的困难啊，就是这个也舍不得。你看这个是金壳的差别啊，就是这是舍不得、啊。这几个佛像的话呢，这也是很好看的，我还是放在家里吧。那对我不是很重要的东西呢，就是送给众生了。就是很多人的心里面就是想，是好的东西呢，我就放着了；就是不好的东西呢，就是暂时不是给众生，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心态。但是这个呢，我们这个心里面还没有这个成熟啊，就是还没有这个到一定的，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就自己的这个身与意和所有的这些财产就是布施给众生的话，就像青菜一样，杂草一样，就是没有一点执着，就是我们需要一定的这种过程啊，就是大家没有这个真正的这个修出来的话，那就是现在这个色我的这种心呢、啊，一天两天肯定不行的。因此我们希望呢，就是大家这个修菩提心呢、啊，就不要呢就是一天两天，就是或者是一个月两个月，就是不能这样的，应该长期的这样修持。长期的修持的话呢，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就是在我们心相续当中呢，对自我的这种执着呢，慢慢会这个减少的。然后那个你他的这种心呢，就是逐渐就是会这个增上。大家应该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就是花这个长期的这个功夫，真的是我们这个修学大乘这个菩提心的话呢，将自己的所拥有的一切呢，都要这个送给就是众生，就是学经论当中也是这样说的，就是我生即速用三十住三根啊，就三十住三根施与众生，就是意思就是说呢，我的这个身体速用以及三十的三根呢，就是全部都布施给这个众生。阿底峡尊者也说了，我这三行即功德回向众生愿成佛。这个我们的这个三根呢、三心呢，以及这个所拥有的这些功德呢，就是全部就是回向给遍遍无际的一切众生。原这些众生呢，并不是就暂时有吃有穿就可以了。当然，暂时是让他们就是获得这个人天的这个善趣福报。究竟呢，就是成佛，究竟成佛是很重要的。平时我们时时刻刻大家发愿呢，发愿的时候呢，真的要想啊，今天我们所做的这些三根呢，愿所有的众生呢，就是获得福果，就是这是几秒钟的这个事情呢、啊，几秒钟的这个事情呢，心里面一观想的话，那这个功德呢，真的是这个融入大海一样的，就是就是无边无尽的，那就是无边无尽的。
那么第一个意乐呢，就是虐所和光所，就是色已分三个方面，其中这个略所啊，下面的这个分析方法呢，跟前面有点不相同的，就应该要换一个位置，换一个角色来进行剖析。以为被当高，以子换为他，以无虑忧虑疑虑心呢，修读精神嘛。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修法呢，就是这是这个略所，略所的时候呢，就是为呢，就是断除自相续当中的这个傲慢心、嫉妒心，还有呢就是竞争心。平时我们都知道是人呢，就是对自己这个就你的这个对境呢，就是比较卑小的话呢，就是自己升起一种傲慢心啊，觉得是不管是他的才华也好，智慧、名声呢，很多方面都是不如我，我很了不起啊，然后用一种这个蔑视的眼睛来看待他，就是这是傲慢心。然后跟自己相貌也好，或者是学位呢、年龄呢，很多地方是比较平起平坐的，就是同等的，在这种对境上呢，就经常就是有一种竞争心。哎，这个人跟我一样的，这个老板跟我一样的，就是他原来也是跟我一个年龄的，就是我应该就是要竞争。他发财的话呢，我也要发财，就是人应该想跟他就是竞争了，就是同样的这个竞争心呢，就是我们大大小小的范围当中都是有的，就是包括我们一些那个文思修行的时候呢，有时候这个辅导员呢，我也是辅导员，他也是辅导员。我也是法师，他也是法师，那么我们就是有一种竞争性，就是这也是这个就是实践当中有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嫉妒性。所谓的嫉妒性的话呢，就是有些人的这个名声啊、智慧啊，很多方面就是已经这个超过自己了，原来是跟我一样的，但现在呢，就是他已经很明显的就是在前面，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心里面就是不平，就是一定要与他这个相比较，就我也应该超过他，就是有这么样的心态。那么为了对着这三种心态的话呢，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这个修法过程当中，就是要有一种这个换个位置啊，就是换一种位置，就是一为这个而处，就是有这样的修法。那么一为呢，就是也就是说是我们这个对方呢，就是那个对这个高者呢，就是修嫉妒；然后对平等者呢，就是竞争；对下者呢，一般傲慢，就是有这三种过失啊。有三种过失的话呢，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换一个位置，我自己呢就是当着那个就是低劣者，我自己呢就是当着这个高者，我自己呢就是当着就是平等者。然后原来就是我自己的位置呢，就是换做这个众生，然后众生的位置呢，我自己就是到哪里去就是表演这个角色。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平时实践人也是经常这样讲啊，你站在别人的位置，你站在别人的立场看这个事情是能不能接受啊。有些人大惯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实在是对方不服的时候呢，那你看你自己就是站在别方的这个角度来，你自己发一个誓啊，你自己说一个话，看能不能接受。实践上都是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其实这些修法呢，真的是非常的这种殊胜啊，就具有殊胜的价值力。再加上我们同平时这样修持的话呢，就自相续的嫉妒心呢、傲慢心呢，就很快就消失。就这一点，很多高僧大德的历史和传记当中呢，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嫉妒心呢、一度共度的这种窍诀还是非常的这个殊胜的。如果我们用烦恼来摧毁这个烦恼呢，它的力量是更这个强的。就整天都是用其他的一些对治方法，有时候是就用不上。就这个傲慢心和嫉妒心、竞争心呢，就不应该同一个时间当中修，因为我们三分人的相续当中，这三种分别念同一个时间当中就不能出来的啊，就一定要就是分开啊，就是分开这样修。
真实修行和它的这个原因。然后真实修行呢，就是分三个方面，就是修嫉妒心和修竞争心，还有呢就是修傲慢心。那么第一个嫉妒心呢，就是分两个方面，与世间法这个嫉妒和与功德法嫉妒啊，就分两个方面。首先是与世间法呢，就是嫉妒。那么从此当中这样讲的，就是蒙金逼废我无才不如彼，熟斩他废我彼乐无数苦，工作无情苦，独惹彼安逸。我们这个开始修嫉妒心啊，修嫉妒心。修嫉妒心的时候呢，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所谓的嫉妒的话呢，就是其实对别人的这个名声啊、财富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才华当当，就是不人性的一种烦恼的这个心态。佛陀在那个这个什么这个《造像功德经》里面呢也说了，就是所谓的这个嫉妒呢，就是求自求名利，不与他有啊，就是与有智人而生正慧。就所谓的嫉妒心呢，就是自己这个求名利，然后不想呢就是让别人有的。然后别人如果拥有了这样的这个名声财富的时候呢，自己心里面开始就是产生就是如火般的这种嗔恚心，就这是这个嫉妒心的概念，那就嫉妒心的定义。那么嫉妒心呢，在这部经典当中也讲了很多的这个一些就是过报。那个真的我们这个嫉妒心的这种病啊，就是在生生死死当中呢，这样呢还是比较这个严重的。就应该就是现在呢，就是要修，要怎么样修呢？就是修嫉妒心的时候呢，就是说把这个自己平时就是爱这个对别人这个生嫉妒的话呢，就是别人是应该就高高在上，然后我害怕就是超过，不能超过他就而生嫉妒的。这样之后呢，我们把这个对方呢就是放在这个很高的位置，自己呢就是放在很低的位置。比如说我们自己呢就是向着，比我现在要修嫉妒心的时候呢，我现在是一位法师，就是在这个法座上就是这样想。然后呢，就是我这个是众生，就是然后我现在自己呢就是就向着一个乞丐啊，就然后这个我用乞丐的身份呢，就是对我呢就是进行就是发嫉妒心，说我们现在这里面呢有很多这个弊啊、他啊，就是指的是这个原来的这个我啊，就是这个现在呢就是别人呢、啊，然后现在换过来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我和物呢，就指的是这个现在我信的这种我啊，就在有些讲义里面说是新我和旧我，旧我是指的是众生，这个新我呢就是指的是那个什么，就是指的是这个现在我要观想的，所以我们有些法师呢就是应该这么像。比如说智成法师的话呢，他就把自己呢就是像那个做金堂的一个工人，就是让他讲啊，我现在这个工人呢就是穿着在家衣服啊，就是个子也是很高的，那就是很可怜的，就是肚子也很大的，每天都是吃不饱啊。你看那个智成呢就是很好的，他天天都是就穿着这个出家衣服啊，就是吃的都就很不错的，一顿吃的那么多啊开玩笑啊，就所以把这个换位置，就是这样换位置的时候呢，就这个以后呢自相续当中的这种嫉妒心呢就慢慢就没有了。
Bandarangara Banasadar Dhan